纱质子，又涂又被玉梅拍到和西川贵娇开房间。翻摄自日本锦盒娱乐冰岛美综合报道。47岁日本摇滚教主西川贵娇日前被拍到和长腿辣妹开房，女房也遭起底。事先连24岁性感女主博伊东纱质子消息一出，轰动日本娱乐圈。伊东母亲却相当气愤，跳出来痛骂不高级。伊东纱质子身材火辣，反射自推特伊东纱质子的母亲狂酸西川贵家不高级，其实就是指他低俗。据日本集合报道，两人被拍到用餐 SPA 和过夜的店家，虽然都被称为高级，但伊东母亲却认为那些的点和餐厅都很一般，根本是伊东家的耻辱。他还为女儿引发的骚动向社会大众致歉。西川贵家翻摄自 FRIDAY 伊东母亲甚至抨击西川贵家，是他绯闻爆发后一句道歉都没有。身高161公分的西川贵家2003年恢复单身后，感情动态始终成为焦点。身旁女伴无论是小15岁的濑户早菜还是菜菜绪，皆以高瘦闻名，这回又沾热伊东纱质子，再成话题。